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从台湾看全球》。太阳花学运已经进入第19天了，那么僵局丝毫没有解开的迹象。学生呢，今天更是拉出了一个新的战线，要以召开所谓人民议会的方式呢，来自审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而在另一方面，我们最近听到了府院长的发言，好像渐趋强硬了。姜魁说，政府已经很难再让步了。至于沉默的大多数啊，面对这场无解的抗争，不少人都说忧心忡忡，很多人说我都要去看忧郁症了啊。那么究竟这场学运要何去何从？台湾何去何从？你支持学运目前的抗争路线吗？介绍我们的几位来宾，在我右手边的，我们请出了经济的学者马凯教授。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好。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振亮郭教授，大家好。还有世新大学助理教授蔡培慧蔡教授，大家好。还有新北市的议员陈明义明义兄，主持人观众朋友好。还有我们左手边的是国民党籍的立委蔡正元蔡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民进党的发言人林俊信林发言人，大家好。还有台北市议员徐嘉清徐议员，大晚。还有我们资深的政治记者康仁俊仁俊，徐嘉好。好，各位观众，反风暴学生占领立法院堂堂迈入第19天，相对于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学生说其实我们是神来一笔，没想到真的就攻下来了。当时一定没有想到居然可以在立法院里面一直站到第19天，到今天这个学运还在现在进行式。但是我们来听听看行政院长江宜桦的态度也转趋强硬了，批判学生说瘫痪国会是别有用机，再加上这个朝野协商已经是6度破局了，现在传出高层说啊，希望在2个星期之内解决这场学运。就在气氛相对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学生今天召开了所谓的人民议会，另辟战场，丝毫都没有退让的意思。这个条例啊，将过去半年的4阶段机制还有国安机制纳入同一部法案，希望这样做哈，可以具体的回应社会各界对于两岸协议监督法制化的诉求。行政院公布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全看不到学生们要求的5大原则，被批没诚意。公民能参与，公民能参与，资讯要公开，资讯要公开，人权有保障，人权有保障，政府有义务，政府有义务，国会能监督。面对学生诉求，这回姜魁态度可就硬起来。透过这样的协议，同时顺便去更改我们的国家认同跟定位，让所谓的两国论变成是一个法律。我实在看不出在我们现成的宪政架构之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民间版本，它的可行性能够有多大。不止回应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姜宜桦也宣布要筹办经贸国事会议，更批学生要求监督条例先立法，至少要先复委。如果用尽各种方式阻止立法院开会，就是要瘫痪国会，别有用心。天哪！周三、周四连着2天，服贸审议联席会，蓝营立委聚集和气氛来入。马英九下台。有效。马英九下台。今天已经是这一届立法院霸占主席台。杯阁开会的第38次，我想这是民主政治最坏的一个示范。朝野协商已经6度破局，眼看反服贸学生占领立院，迈入第19天，国会空转，学生的诉求更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根据网络媒体报道，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已经下令，这场学运要在2周内解决。现在我们不思考任何退场机制的问题，我们也不回答任何关于退场机制的问题。跟真正该想退场机制的是马英九总统。我们现在占领在国会里面所造成的任何的这个成本，应该要由政府全面来负担了，因为是因为他不愿意回应我们的诉求。不思考退场机制，学运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学生团体强调，一切的关键都在马总统。好了，那么今天在现场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多位的这个民意代表哈。我想在这场的抗争当中啊，朝野的立法委员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民意代表，其实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到底他们的态度如何？我先请教一下蔡政委委员，因为我们知道19天了，然后学生呢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而且呢在这个所谓的4大诉求之外呢，今天呢再拉出别的战线，就是召开了所谓的人民议会啊。那当然有很多的民众说奇怪了，他们认为对于原来的代议政治产生了失望，对不对？连这个选票选出来的立法委员，你们的代议政治他们认为说不足以代表人民了，现在又在这个所谓的会场内或者是会场外去召开这个所谓人民议会的话，我先请教一下蔡委员，你怎么样评估学生这一次的这个策略，他们在召开人民议会能不能得分？前段时间我刚刚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张安伟啊被绑匪绑走的时候，那么我跟绑匪在谈判过程里面，
刚开始的绑匪呢也是一样，哎，刚开始今天开的条件，明天就加码，嗯，明天开的条件，后天就加码，后天条件讲好了以后，又横生枝节，又有其他的要求，所以这个东西一定会没完没了，所以一定会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所以对于这个绑架住的院会的异常，来作为对这个政府的勒索，嗯，这个行为是模式是一样的。政治诉求是不同，但行为基本上我们的研究行为模式是完全相同，就是说我已经捏住你的喉咙了，嗯，我们现在跟谈判，哎，我毁坏了公务，那是因为你该负责啊，对不对？那退场机制，那是你要退场机制啊，你不低头哪能退场呢？所以基本上行为模式是类似的。所以你把学生类比称为绑匪，而且认为他们绑架了国会，行为是类似的，是要挟政府绑架的行为类。今天他如果不是绑住院会的议场，他有什么谈判筹码？没有错，对了。但是为什么政府也完全没有这个无能为力呢？任由这个情势发展到第十九天，有回应，这是确定的，大家媒体都可以公认。他们回应也没有到他们所要求低头的地步，他们就觉得没有回应，跟那个绑匪一样啊，没有到他完全条件都能满足的时候，他觉得我们没有诚意啊，一样的情形哈，然后这个心态一样。嗯哼，我回过头来讲，所以您对于他们今天拉开了所谓的人民议会，你觉得他会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还是说他们可能自己会在分散很多的力量？那看民众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啦。哈，这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因为人民议会啊，我经常讲，用俄罗斯的语言翻译出来就是苏维埃啦，啊，就是苏维埃的意思。那我很不乐见看到，就是说他一直在外面打转。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服贸产生的，嗯，服贸产生的，他也没有要开什么人民会议来审服贸的条文或服贸的项目，没有啊，没有啊，哈，他审的什么？一开始谈黑箱，再来谈退回去，退回去完了要立法监督，开始审监督条例，然后呢，现在开始谈宪政问题，哎，所以原来的火种起火点呢，这个服贸法呢是不提啦，有没有开个会告诉我们说，哎，你们对这个产业有什么意见啊？哦，没有。不在他们会议内容里面，而且从头到尾的诉求里面呢，都是什么公民参与、人权保障、国会监督。我想一想，喊口号是很容易啊。嗯。那这些东西跟服贸的内容有没有关系？我可以请教，当我们请教一下马教授。嗯。这个东西哦，到底跟服贸哪一条有关系？它涉及到人权，讲给大家听听看嘛，对不对？我们很愿意 listen， 我们很愿意倾听，好、讲个道理给我们听，但是不要这么打转，莫讲个国有诶无诶啦。警察在驱离的时候，就是警察打人，国家暴力。当有人要威吓到他们的时候，就警察保护学生无罪。好，然后真的要去逗人家的，就造反有理，请大家去林鸿慈家里门口啊，去围围。嗯，这个什么行为嘛？好，而且这些人不是小孩子哦。对，都26岁、27岁、28岁、30岁了。说难听一点呢、哦，他爸爸早应该抱养孙子了。嗯哼，好，在我们听这个马凯教授的分析之前呢，因为我们现场呢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个蔡培慧这个老师，那么他也过去这么多天来在这个现场学院的现场是陪伴学生的哈。针对刚才那个蔡委员的这个说法，您的这个回应是什么？我想我大概要分三点来回应蔡委员了哈。第一个，今天的人民议会，它事实上不是什么苏维埃的模式，它其实是不管是在欧盟、德国或者是 OK 或丹麦或其他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直接民主、基层民主的展现。而且呢，我们现在有1500人分成60个小组，那这些意见我们会整合之后。我坦白的跟你讲，我们会送行政院跟送立法院，蔡老师，我们并没有要取代代议士。好，我可以先请教您，这1500个人大部分其实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说可能就是比较支持学运的这些学生啦，或者是民众，所以在这里面有没有所谓的多元声音，这是第一点。嗯，第二点，如果连由民众选出来的立法委员这样子的代议政治，学生都是嗤之以鼻，认为说台湾的代议政治已经出现了很重大的缺失。那请问人民议会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民意呢？ Okay. 他如何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呢？您的看法？我觉得人民议会基本上就是民主体制的一个公民审议的过程。这个有非常多，不管是政治的学者或社会学者，都在推台湾的公民审议啦，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的是说。首先我们讲倾听人民的声音，可是人民声音在哪里吗？我们就把这些个别的意见呢来汇整整理。而且我必须要讲，我们并没有否定代议士现在的操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会提供给行政院，也会提供给立法院。而且昨天我们甚至于直接打电话给王玉琪，他是这个主委嘛，对，陆委会主委，对，请他看是他能来或者他派代表来、嗯、那他告诉我们他没有办法派，不过他愿意接收我们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理性客观的过程嘛。那这里头会不会有相对其他意见？我们是开放的，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办三场？我们就是不要只是说听一场内学生的声音，不管你是在青岛东路或暨南路，你来到现场。那第二个部分，关于服贸，我们讨论过，只是过去大家的新闻焦点可能是在于我们几个学生的报道，而没有报道过去几天我们针对服贸跟就业、服贸跟青年、服贸的这个产业影响，我们都有做公民审议，所以我们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资料。如果您想要知道，我会提供给您。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是场外活动做些活动，那学生抗争活动口号又另外一套。没有学生抗争也，我们没有两手策略。我们今天审的内容就不是只有民间版，我们也把官方的行政院版大家一起来讨论。这里头可能有一些人会有拿捏，不过蔡老师，我想很多的民众确实会对于到底是这1500个人是怎么样的组成，因为没有办法做一个非常科学性的，比如说我们做民调，我们可能还会针对不同的族群、年龄或者是行业别去做一些这个筛选嘛。可是你说这1500人，或者它的代表性，可能有很多的民众是会质疑的。那刚才您说到学生会邀请，比如说官方像这个陆委会主委来，我想对于官员他有怎么有办法到这个场地来？因为这个所谓的立法院已经被学生所这个霸占了。他作为一个政务官来讲的话，他自己的这个立法院没有办法去报告，然后他去参加是学生用所谓的非常手段所霸占的国会产生的这个人民议会。你觉得这样子要求官员去现场，会不会有一点强人所难？我们绝对没有强人所难，我们是理性的问他能不能来，或者是派代表来。我们也知道说可能个别的官员有一些来这里的权衡嘛，这些我们都接受。那我只是刚刚要回应蔡委员的话，就是说我们绝对不是草率的，或者是只是拿一些文件来那个，我们是民间版跟行政院版共同去讨论。那确实现在很多人说你们站在一场啊，你们就阻碍了代议事的这个进行。那我们承认，所以我们也说如果这将来会面对一些司法的审判，我们所有人都会坦然面对，我们并不会否定掉说我们这个过程可能还是会遭遇到后续的司法的。我教授，你觉得说你们只要承担司法就可以让国会停摆，你这样想法是对吗？我先解释一下，今天有任何一个团体来攻占立法院议场，包括军人好了，他如果来攻占议场，他说我坦然接受司法了，我就让你国家不能动，这样合理吗？好，我解释一下哈，其实那一天我们要这个进去议场的时候，我坦诚的讲，我们本来想象的我们会在议场前的那个白那个铺地砖的地方静坐，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没想到攻得进去，老天安排吧，就攻进去。更后来不可能想象，居然可以坚持到19天呢、那后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当时最反对的就是张庆忠先生的30秒，他完全不审议，然后就要把这个附交到这个院会。那我要过程的是不是不公平，而是在这个过程过没有？我解释一下，过去你们的朝野协商是逐条逐项审查，完全没有达到这个过程。好，蔡老师，我们觉得各位来宾，因为我今天现场有8位来宾，我现场有8位来宾，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就他们的立场来这个发言，因为我也希望他们代表社会上多元的声音。那么蔡老师的意见我们刚才也听到了，那么民意市议员刚才好像在这个蔡老师发言的时候呢，你频频举手，你要回应的是不是老师？其实大概众多在广场或议场内的教授其中之一，但是我发现到议场或者在外面的教授好像没有第二种声音，这是很吊诡的一种现象。那别的声音的教授为什么不去？一个可能他不想去，第二个可能他没办法去。就是说假如我当然我就在讲说，假如今天去的不是白狼，是我们政大某个教授、台大某个教授不同意见，警察是不是还是把他拦下来不让他进去？我认为还是这样的结果。我要强调这件事情啊，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一开始定位它是一个贸易、服务贸易的问题，到最后变成一个产业的问题，变成一个经济的问题，变成一个政治的问题，政治又拉到宪政的问题，结果变成两岸的问题，现在变成国与国的问题，这是一直不乱。我就假如我是行政院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从你要求反黑箱、逐条审查，到退回服贸、捍卫民主，到拉一条线出来去包围 那个国民党全国去包围，没有成功，再要罢课罢工也没有成功，再来就要先立法再审查，现在变成先签署再立法。好，再聚焦。民意市议员，我们先聚焦一下，如果愿不愿意回应刚才我说的，今天因为这个学生的最新的一个战略，就是说他们拉出所谓的这个人民议会，你觉得人民议会这样子的操作会得到民意的支持吗？ 我完全不接受，不得到我这个民意支持，也不会得到广大民意的支持。为什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下，我就说这是丛林法则。如果他占了立法院，他就开人民议会的话，那我去占总统府，我就当总统了。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老师们是不是要告诉学生，在你们争取你们所谓的民主的同时，要告诉他们去尊重别人的法治？我认为同学们现在已经变成，是不是冲进立法院，是不是神来一笔？绝对不是。
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学生第一时间进去可以找到制高点，控制了电源，然后拉了音箱灯光，音响怎么全部进去，有条不紊。而且我事实上我很清楚的，我从一开始我刚开始是非常的尊重，到后面我发现到民进党在这里面给予了非常多物资的资源，甚至于很多技术面的指导，包括在这整个过程中，现在说要开人民议会的过程中，你再号召人民上街头去包围这些立法委员，我要强调的是什么？难道现在台湾没有法治了吗？但是我要谴责我们的政府，为什么？如果立法院跟行政院可以踢皮球踢到这个状况的情况之下，你就是告诉我，未来只要我人数够多，丛林法则，我的声音够大，我敢付出法律的代价，对不起，政府就拿我没有办法。好，所以我要告诉你，政府是说，愣头青骨不是政府该说的，你要告诉我。为什么别人可以愣头青骨？就是表示你没有魄力去解决问题。所以你回过头来，你还是要把这个矛头对向执政党嘛？执政党也没处理好嘛？本来就是执政党居然会跟民众说你愣头青骨。所以我昨天这句话也很对，所以我昨天讲完了这件事情到一个段落的时候，请监察院的王院长，你不是去弹劾行政院，就是弹劾立法院。嗯哼，这两个一定有一个不作为，他没有权利弹劾立法院。好 ，OK， 也当然，这就是凸显出一个为什么没办法弹劾立法院，因为立法院国会自主，对不对？不是。那个什么规定的？好，这个我了解。监察院，所以这样的立法院现在一个警察权，怎么能够让行政院？先把发言权先回到这个在野党的这个，我们先请郡县发言人先回应一下。我讲马政府现在在打击学运哦，跟共产党在打击反对人士一样，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刚刚明丽讲的那个舆论战，他把它染抹绿了，就说学运啊是受民进党受在野党所控制的，啊，所有连结的啦，然后就用心理战了。黑道来恐吓你们，或者不时散布哦，要武力驱散你们，让你们心生畏惧的。法律战一直在指引你们占领国会议场的那个法律，他本来是非法的啊。好了，如果政府独裁伤害人民的权利，那人民有没有权利反抗？你动不动就搞革命，你动不动就套一个法律的就搞革命的帽子的话，那台湾现在还在戒严时代啊。你戒严时代啊，你可以骂国民党违法呢？是一个党用，还有两个党执政过程用过。我跟你讲啊，你动不动就套一个法律的帽子，那人民都不能对政府的任何作为。一个法律有任何的两个党执政用过的话，我跟你说了，民主的法律。当时戒严法能够打破，是只有一个党。今天台湾有一个言论自由，有一个民主政治，就是我们的前辈勇敢的犯法，勇敢的违法，勇敢的去挑战戒严法，勇敢的我同意你去独裁革命。我跟你讲，一党执政。民主的独裁更可怕了，其他的为什么可怕？他民选的政府啦，马英九，他是民选的，你不知道吗？民选的政府，对啊，民选的独裁最可怕，是，他不是独，你错了，马英九也是一样的道理，命令，我跟你说了，推翻现有的秩序，他现在签署所有的协定，我坦白讲，福茂现在签署之来公布之前，你也不知道，国会议员也不知道，不要说在野党，是你执政党也不知道。可是他的签得很好啊。我那么认为觉得不好，我们就不能哪一点不好，不能挑剔他，不能反对他吗？郡县，你这马上讲究的哪一点不好？很多的不好，不公平，不对等，哪一点不公平，哪一点不对等？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郡县发言人一个问题？因为我就在这场的学运当中啊，其实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心声可能不见得非常有效率，或者是可以很高分贝的被大家所听到。但是呢，大家都在观察执政党跟在野党这两个角色，很多人对于执政无能，就是说你任由这个学生以所谓非法的手段也好，或者是非常手段也好，霸占住国会，他们僵持了19天，然后呢提不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可是同样的，对于这个在野党来讲，就是说事实上你们很多的诉求是 follow 学生的这个步伐，因为你们原来一开始也是什么逐条审查而已嘛，后来全盘接受了学生的三大或者是四大的诉求，所以很多人说，那你在野党你们过去做不到的，你就只能够靠着学生来帮你们这个达成，所以在野党也要非常小心，这次你们到底有没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去年6月福茂协议刚公布的时候啊，民进党就反对他，那个时候其实社会上还不晓得福茂这件事情，民进党就全国去跟各产业接触，来办很多的说明会、座谈会，而且民进党当时在国会就主张要重启谈判，因为我们提出我们的相对版本，民进党不是反对福茂协议，也不反对两岸的经贸交流，是，但是我们反对现在这个版本的福茂协议，所以就回到逐条审查、实质审查嘛，没有错，对，为什么我们这么，现在你们加把那四大诉求了，因为当时的马政府主张就是说不能改，你国会不能审查，只能表决通过，因为他多数嘛，那民进党现在因为学生的其他诉求里面，我们觉得啦，大家都对整个福茂的黑箱作业，我们有共同理念嘛。好，那既然社会力量进来，我们就支持他嘛。我们从去年6月打到现在，就是拉长这个战线嘛。好，任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如果真的在野党很强，大概今天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嘛。
因为老师刚刚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希望到最后最终还是回到国会。没有，民进党已经通过了啦。所以我现在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这十九天里面，确实现在外面所呈现看到的状况，就像沈姐讲，就是说，那民进党你的主体到底是在哪里？因为你十九号的那一天，你确实也提出一个所谓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对岸，嗯，那你们那里面也有东西。那我其实觉得要不要拿出来讨论，我觉得这个是一件事情。不过刚刚蔡老师讲到说，学生当天其实并没有想要冲击议场这件事情，我也有点不太一样的看法，因为我在现场里面看了，我认为那是非常有计划的一种行动，尤其你包含在整个的门，他们怎么去撞，从哪个地方冲进去，那个跟我讲说，如果只是临时起意，只想到那个台前大院前面那个白阶静坐，我想大概也没有人会相信，因为我们在现场确实看到学生是想要怎么冲进去议场里面的。那所以我回来看，就是说，今天我会觉得，就是当然学生或者是很多的公民团体在今天要开所谓的人民议会。可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即便你们做出了任何一个审议的结果，它到底怎么样会让最大多数的人接受？那我们回到代议政治的本身，没有错。现在最悲哀的状况是在立会里，在立院里面，就是国民党大，民进党小，在野党小，所以每次表决都表决输。为什么国民党希望回到体制内？因为讲穿了，只要回到体制内，表决哇呜孽癌。所以我即便你今天有争议，我就是回到所谓的体制下面的时候，那就是直接交付院会。院会之后呢，大家顶多大家表决，表决完之后你不行，我就再复决一次。那大家复决一次，两次完就结束掉。这个是国民党打的如意算盘。可对在野党来讲，我也必须要讲，就是说今天人民议会讨你今天审了这个所谓两岸监这个所谓的协议监督条例，我认为它最好的方式其实应该是说 ，OK， 你可以办。你办完之后是怎么样跟在野党做结合？你应该是透过所谓的正常的体制，由在野党这边提出来跟执政党做交涉。否则的话，现在变成是人民议会自己开一个，那民进党这边自己弄一个，国民党那边自己弄一个，他永远三方是没有交易。这十九天来所有的争议就是在这里，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版本，大家都不愿意退让一步。所以你说协商不会成，我也必须讲，就是说我一直在观察的是民进党在这一次的所谓的学运里面，他到底会扮演到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事实上我认为这对在野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这么多的人民，但跟其他的立场跟在野党一样啊，他就是对所谓执政当局的不信任。可是我们现在却看到的是主导者是谁。我今天讲，就是即便我今天做了三场的这个人民会，我去公审好了啦，我去公审这个所谓的两岸协议，或者是我就把它弄出四大扣，然后讲出说他们这件就是不知悔改又怎么样。可是它毕竟还是属于大家不能，大家还是会把它归为这叫做少部分的声音。因为像沈姐也讲的说，我们可能社会上还有很大多数的人，他声音是沉默的。可是这个沉默的声音不见得他也代表支持马政府哦，或者他就一定代表学生。所以我会认为，就民进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很期待看到民进党有一个声音，会有一个力量出来说，告诉大家，那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尤其在体制之内，我必须要讲的是，我其实，在做国会记者来看啊，用占领议会的方式，其实已经在表达对代议政治的不满。然后在我们在体制外面的时候开一个会，再来讲说我一切要回归到代议政治，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逻辑，会很怪。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思索，到底谁才代表真正人民的声音？哈，是现在霸占在国会这个议场的这些学生，还是沉默的大多数，还是在野党？还是这个执政党，还是握有所谓的公权力的人？哈，我们现场也为大家公认是这个德高望重的我们的经济学者马凯老师，终于把他请来了哈。因为我们知道马教授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经济学者，如果要谈到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不管是政治或者是经济方面，尤其是对于服贸的内涵，他是非常的这个深刻的。那我请教一下这个马老师哈，从刚才几位来宾的不同的立场跟发言当中，您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色，您怎么样看这次的这个学运？你支持学生在霸占的这个国会十九天之后继续用这种方式来抗争，以让他们的诉求可以被听到吗？我觉得今天台湾陷入这个困境其实是全民共同承担的一个灾难。是。而这个困境我认为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你从学生立场来看呢，他们其实不知道什么地方他要停下来，因为他一切进展的太顺遂了，所以他觉得这么好的机会我自己把它放弃是很可惜的事情，而且他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光荣退场。所以我觉得学生目前的算盘就是坚持下去，能留一天就留一天。那在野党我老是不客气说了，是见猎欣喜，因为发现呢学生的诉求跟在野党诉求几乎完全一样，所以就用学生当前面这个主要的推动力量，把民进党的很多理念借此可以实现。所以站在民进党立场呢，学生抗争的越久，其实对他们是越符合
他的党的这个立场。而站在这个马政府这边来看，马政府这边其实今天碰到的这个情况呢，一个就是他们实在不知道拿学生怎么办，因为碰到暴民碰到革命军那都很好办，马上就镇压，但是唯独碰到学生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学生这次呢又带动了号称50万人上街，就表示这是一个由非常广大民意支持的行动。是，所以在这个时候用任何武力去取缔都是对民意的一个直接对抗。所以我觉得马总统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退场，因为这三方都不知道如何退场，所以这个僵局就会无限持续下去，也因此会使得台湾的这个灾难会无限的延伸下去。可是归根究底，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没有尽责。因为碰到今天这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跟知识分子有关。服贸它绝对不是一般人玩的游戏，它是专家玩的游戏。宪政不是一般小学生玩的游戏，这是真正的宪法专家的游戏。怎么样去让整个这个政府的效能提高，怎么样让代议政治能够发挥更高效率，这都绝对不是一般人能玩的游戏，都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有看到知识分子出来吗？事实上呢，我在过去有很长的时间，从 ECFA 到现在，我最大的一个感慨就是知识分子已经分裂了。分裂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选择退隐，选择沉默，选择不介入，这个其实是违反了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对知识分子的期望。所以马教授，您认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可能有不同意见的教授，他们并没有在关键时刻勇于站出来？应该这样说，其实这群知识分子呢，我还不敢随便置评，我只能说他们失去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但是真正问题出在敢站出来的知识分子，因为你从 ECFA 到现在，你发现了敢站出来的知识分子自动分辨，一边就全盘支持，一边就全盘反对。所以我还记得我在 ECFA 那个时候呢，我跟一个这个民进党的一个算是经济专家在同一个场合里面讨论 ECFA， 他是我的学生，所以我就不客气问他一句话，我说为什么你站在这个地方呢？你讲的全部都是负面的，ECFA 的全部的坏处没有一点好处。我说难道真的是这样吗？你为什么不说ECFA它也有一些好处呢？他讲了一句非常我觉得有代表性的话，他说ECFA的好处全部留给青蓝的学者去讲，我们不需要再讲了，因为他们都已经讲完了。OK， 所以凡是蓝的就只讲好处，凡是绿的只讲坏处，那人民呢，人民就精神分裂，因为他不知道该听哪一边。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如果在这个时候呢，还不能够把过去我们要求呢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个精神再拉回来，不能够再把全国所有的人民都当作是自己关心的对象的话，今天这样的一场对谈不会有结果。因为刚才几位来宾有提到了一个就是服贸本身的这个争议，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真的就这个所谓学印的僵局来解的话，那不得了了。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一发言，很多的枝节通通出来了，所以就是什么非常的纠缠在一起，怎么办呢？如何能够抽丝剥茧？而且刚才蔡委员说的这个学生可能他觉得占领国会是他的一个筹码，可是也不尽然如此而已哦。因为事实上我听到几个学运的这个学生也讲说，那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民调民意支持啊，还是有高达60-70%的民众觉得说应该要先立法后审查，或者是说基本上来讲这个服贸呢起码你要实质的这个审查。他们认为说，如果今天民意不支持我的话，那我们也做不下去了，我们可能就必须要退出了。所以到底怎么样看这个学运这个的面面观呢？是一件非常我认为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把时间给这个嘉青。好，谢谢春华姐哈。其实我回应一下刚刚马凯教授所说的哈，确实世界各国都是先从货贸开始，因为它相对单纯，它不涉及两个社会又互相之间的就要交流跟冲突，所以大部分的国家宁可是先货贸再服贸。可是刚刚蔡友员帮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说台湾为什么要先搞服贸呢？他其实点了一个关键，我没有说为什么要先搞服贸，我没有这样讲。你没这样讲，你写字了，好，没关系。那我因为两方面谈的时候，好，没关系，我们先让嘉青议员先讲完啊。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全世界不这样子谈呢？
只有台湾跟中国要例外呢？这等一下有时间，有时间我们再给蔡委员回答哈。其实他讲到了一个点，我觉得是点到一个重点，就是金融业。他刚刚说了，你货贸已经开始了，我金融业如果没有去设点，我怎么样把这个钱汇进汇出呢？那我要问，台商去到中国做生意，他真的能够钱汇进来吗？这是个问题啊，中国就给你管制外汇啊，你根本没办法自由贸易。所以我们今天讲穿了，一直在说我们要签 ECFA， 我们要跟中国自由贸易，但是事实上这些去台商到中国做生意的，他们都变成外资嘛，一定要从外资转进来，这大家都知道不争的事实啊。因为中国它有管制外汇嘛，这第一点。所以其实今天 ECFA 有利有弊，我觉得很持平讲，就是有利有弊。可是我们总统硬要告诉我们是利大于弊，那也好。你说利大于弊，那请你告诉我利怎么大，多大，大到什么程度？你要算出来给我看啊！而且何者是利？是、uh-huh. 啊，谁得利啊？谁得弊呀、啊？ Uh-huh. 你要讲清楚嘛！你看270天过去了，从去年的6月29号，立法院四党，哦，包括国民党的这个大党鞭林鸿慈去签的逐条审查、逐条表决，到今天就算没有做到，好、哦，270天，国民党怎么这么大的一个府院党？都没有好好去跟人民解释呢。马总统每天在不断跳针，利大于弊 ，Z 大于弊，有意义吗？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是得利呀、啊，谁是得弊呀、啊，然后弊要怎么解决呀、啊？这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仍然有高达80%-70%的人说我不了解什么是服贸。再来，因为你不了解，你怎么支持呢？所以到昨天为止，我看到友台的民调都还表现出来说支持服贸的只有30%。哎，我不知道，本来马总统是一个有过半数以上支持度的一个大总统，福院党这个通通他自己一手抓的时候，他应该理当可以落负利大于弊，应该推得过啊。可是为什么遇到这么大阻力？那今天又要讲回过来，为什么学生进入议场，呈现一个这么大的民意支持？照理讲，哎，占据立法院这不得了啊，在全世界是几乎绝无仅有的例子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得到这么大的民意支持？我们要去问这些人民是疯了吗？绝对不是嘛。那确实是30秒的演出，让人民也觉得非常的荒谬嘛。好、哦，那立法委员自己率先把自己的职权给荒谬化，把自己的职权给作践了，因此才会让学生有一个正当性说，我反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今天学生不占领，是不是服贸今天已经这样过去了？好、所以我回过头来我要讲僵局怎么解决，我觉得至少要有一步要先做的，就是说总统府方面如果真有心要解决，他要开始派人去做谈判啊，他要开始派人去做沟通啊。你因为服贸派多少代表去跟中国谈判，你跟学生到现在你派了谁去谈判？你告诉我谁啊？问题是学生也都不接受了。错，我就这样子哈。那个春华姐，我只讲一句话就好。当第一时间，甚至后来十几天下来，只有一位叫做李佳菲小姐用电话，这是什么谈判啊？所以如果用这一点谈判的话，哈，懂错？你要来总统府谈判，你要记得24年前我在北野百合学运的时候。总统府派了多少人来跟学生谈判、OK， 好，嘉青。不过、根据我们媒体或者是一般的了解哈，确实就是说总统他从一开始觉得说，哎，我还要跟你学生谈判，到他后来哎觉得说，这个原来他们的蓄积的能量这么大，所以也接受了说我要跟学生这个在没有设前提的情况之下呢来对话。但是呢，我们听到的是学生确实就是说，除非你先接受我那四个条件，否则我就不跟你做这种对话哈。我想这个后来有这个僵局在里面。但是平常你讲，我听到现在我真的蛮难过的，为什么呢？就说现在社会上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相对理性去探讨，回归到服贸本身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进行货贸的这个讨论，这个空间好像已经没有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变成说是从一个经济的议题变成是一个相对比较政治性的议题了。所以我要请我们的这个主播玉荣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最近呢不是这个府院党的态势升高嘛，然后直批学生说得寸进尺，软土生绝，好、哦，这个一变再变，好、哦，可是学生认为说，我因为大部分的民意还是支持我，如果我不采用非常的手段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对于所谓对中国的这种忧虑，我们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解决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学生他们承受的司法面的压力是不是越来越高的呢？而这个政治的僵局到底要如何解？我们真的希望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真的可以说出个是非曲直出来。
好，事实上呢，无力的恐怕还不只有是执政党跟在野党跟这些学生，甚至有很多的学者都还无力，一般的民众也感觉到非常的无力啊。前两天呢，我跟这个医院里头的精神科的医师在聊天，他说他的门诊出现到看这个所谓的学运新闻会肮脏起来，然后他的精神会开始没有办法专注集中，所以他来求助精神科的医师。当然你会发现到说，事实上大家都在关注台湾这次的318的太阳化学潮，但是也有很多人的意见跟想法是不太一样的。结果现在呈现出来呢，是我们的政府无能，在野党无力，学生没有办法退场，然后人民无所适从，所以呢只能去看医生。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呢？您现在我们从这个方向来看看的是，有人在说是不是马总统现在硬起来想要以告来逼退学生呢？现在当然是打一个问号，也许待会的来宾能够给我们一个解答。因为你来看看哦，在占领立法院的部分，包括了林非凡跟陈威廷，他们都可能涉嫌妨碍公务以及妨碍自由等等的，甚至现在已经可能是被调查了，而且呢被告发的人还包括了像是魏阳啦、姚良毅啦，就是当天啊抢了麦克风的基隆哥，甚至还包括了律师赖中强等等。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在攻占行政院的部分，包括了像是陈廷豪啦、许立、魏阳，他们也都因为妨碍公务被移送了。目前检调单位调查的对象出估205人，还可能还会继续增加哦。但是大家都在想说，马总统硬起来应该是要跟学生把问题解决，而不是所谓的以告来逼退。当然是不是真的是总统府的策略，当然大家都还能够来讨论。只不过呢，其实我们在议场里头采访的时候也观察到了，有很多第一天318、319就已经冲进立法院的学生，他们都在说，哎，现在好像跟我们冲进来当时的那个心态跟氛围不太一样哦。也因此有很多人就默默的离开，甚至呢在这个门口管制帮忙大家看看你有没有带一些违禁用品的学生，他也讲了，他说很多人来哦都是两手干干净净的，也没有带换洗衣物，他们是来吧拍照然后到此一游我就离开了，好像跟学生当时的初衷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很想关注到的事情是，19天了，社会浪费了很多很多的资源，不管你挺学生还是不挺学生，社会的压力真的很大，尤其是民众的感受压力更大。接下来5月份要缴税了，恐怕很多人心情更糟糕。如何退场？有没有办法退场空间呢？这恐怕才是我们希望来宾能够帮社会聚焦、广义思考出来。可否认的哈，这场学运呢，确实已经递下了很多的这个记录。那当然呢，我觉得他帮大家聚焦服贸这件事情攸关重大，我想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意涵了哈。可是我继续请教一下郭正亮教授，我觉得这几件事情始作俑者，我觉得马政府应该是难辞其咎，他确实错估了民意对于我们跟中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的合作所带来的疑虑跟不安全感，因此在这个所谓的程序正义没有达成的过程当中，整个的民怨我觉得就已经引爆出来了。可是正亮，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该怎么解？我们现在就是说，从一开始对于服贸黑箱变成了要退回服贸，变成一种世代之争，变成了可能蓝绿之争，最后连统独之争都已经出来了。当整个的层次拉的轴线这么多的时候，我觉得不要说执政党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野党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一般的社会大众其实心里面是非常无力的。我觉得运动哦，过当的都会输了。那一开始为什么国民党输？那你觉得学运过当了吗？当然过当了、啊。我先讲为什么前面国民党过当嘛，他恢复到委员会逐条审，然后监督条例现在也要法制化。那当然学生可以继续质疑这个程序正不正义啦，比如说逐条审是不是实质审？那监督条例可不可以纳入在野的声音，或者立法权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那外面的不同的意见的公民团体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这个才是在寻求程序嘛。就他现在能够做的只是求取程序的更完满，因为未来这个实质的沟通就会体现在程序之中啊。可是当你离开了程序啊，去提你实质的主张，那是没有正当性的，因为你凭什么提出你的实质主张呢？你代表谁？对，你凭什么代表？你有代表性吗？你有宪法约束力吗？都没有。哎，所以这个时候就说学生必须要问自己了，我如何求取一个实质的逐条审查，让服贸里面潜藏的所有问题都浮现。比如说刚刚俊宪兄讲的很对啊，64项的开放承诺表，我如果逐项要求你提出就业成评估报告，你提得出来吗？所以当这一些如果都曝光在老百姓眼前的时候，老百姓就会发现这个服贸是有问题的。可是你不能够去直接做这个论断嘛，你必须要退回来去要求这个程序能让这个真实浮现嘛。这个才是学生一开始得到最多支持的原因呐、啊。是，可是当你啊，当马英九已经开始回应了，就说哦，我退到委员会逐条审、那我愿意附这个监督条例法制化啊、那你民进党开始居然又说你会侵犯学生呢、所以我不能监督条例法制化，这个已经犯规了啦。
监督条例当然要法制化嘛，可是你要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嘛，你可以说国民党那个版本忽略了什么，比如说民进党也有一些意见合理啊，说立法委员都不能修，那外面的不同意见的团体都进不来，这个可以提啊，可是你只要脱离这一些，我觉得就通通犯规了。事实上哦，最支持学生就是苹果日报了。苹果日报从4月1号之后，对于学生是不是应该离开立院，他不敢做民调了，因为已经变成少数了嘛。你去看所有的民调，今天有做民调，苹果今天刚好做了民调，做了多少？一个赞成继续占领立院的49了，那反对大概45了。我可能已经很接近，是比较接近，但是本来是很悬殊，有80%赞成逐条审查，对吗？表示说反对你们占据立院的人也支持要监督条例，审查是共识的，因为连马英九都讲通过监督条例，我知道，所以现在共识了，我知道，现在就是说监督条例什么地方有缺憾，跟逐条审如何能够落实实质审，这个才是学生应该努力的部分嘛，这个才是你原来的主张嘛，你就想什么公民制宪了，把公投降低门槛了，那个拉进来，那个都离题了啦。其实我们很持平的来讲啊，有很多的学生，尤其是像那一天，不管你号称是50万人还是10几、20、30万人，其实很多人走上街头，他们对于在那个演讲台上的学生的诉求是不是完全认同，那也不一定。他当然对于马政府有某些的不满，他可能对福茂黑箱也有所不满，但是不是对于学生所有的诉求不满，那也不一定。就像刚才军讯发言人说的，也没有错，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反这个黑箱福茂啊，或者是甚至反福茂，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个学生继续霸占在议场或者是这个国会，这个支持度已经慢慢下降了。是反对，就算反对学生占据立法院，对，支持要通过监督条例，要逐条审。好，但是呢，刚才有提到那个苹果的民调，那最近当然国发会这民调一出来，大家要说啊，什么有诱导式的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从最近的几个民调看起来，支持学生继续用霸占国会的方式来这个凸显他们的诉求的这一点，我觉得相对比较降低。我不知道蔡老师您个人的一个观察是什么？确实是哈，就不管是 TVBS 或者是最近苹果的，我想支持度是蛮高的。先立法后审查 ，TVBS 是60%，然后苹果是到80%，然后这里头当然会有一些就是希望说对学生的程序，就是你继续占领，他其实是怀疑的，所以这个比例都是大概的。那蔡老师，我如果问您的个人意见呢？因为你一直在陪伴学生，那么在那一天的所谓330的这个学潮这个走上台道的时候，您也在这个讲台上面跟学生们的一起表达诉求，您现在还支持学生用霸占国会的方式来凸显他们的诉求吗？我支持学生占领，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必须要把因果的因素讲清楚。为什么我说支持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坦白讲大家都累了啦，真的是累了，而且那个这种方式是很辛苦的。对，去看心理医师的这个状态，其实进去的心理医师也注意到学生的那个情绪起伏。那为什么我要说因果逻辑呢？我必须要讲这件事情，还是我们对福茂制定过程到底人民可不可以监督嘛？所以我们先立法后审查，真的很清楚，就是需要有立法体制。然后在这个过程，在谈判的过程跟之后的讨论这样子。那这个立法我们也不是第一个。事实上，我必须要再次的强调，国民党立委有一个江启臣，他已经提出了版本，而且是仿效美国的案例。我都以为说，江宜桦院长那天去看非凡的时候讲的是这个内容，没有想到他们后来提出的行政院版是比较含糊的，甚至于给立委的职权也只是被查的，所以我们觉得是很可惜啦，所以我们才希望我们仔细的来讨论，把这个因果关系搞清楚。那第二点就是说，事实上我觉得我如果是仔细去看各界的意见，台湾的赵少康先生他支持先立法后审查，他也质疑为什么马总统不允许修改啊，换句话说，这种对福茂议题的意见是非常多的，甚至于我们都很觉得德国的日报，它是一个大型的，它今天把这个学生的放上头版。那我要讲这些，我只是要讲说，今天的先立法后审查，我们要执行的是立法院，因为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国台湾的政治局势中，立法院本来是立法自主，现在却变成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所以我们觉得有改善的空间。其实主持人一直在问，就是说支不支持学生继续留在立法院？您是说支持他们继续霸占，但是要把始末讲清楚，理由讲清楚，因果讲清楚。那也就是说现在没有讲清楚，我可以很简单的讲清楚。我现在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把学生送到学校去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你可以有各种的理由，你有统的，有独的，那是你的信仰，我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到那边的教授都把他脑袋中的信仰灌输在这些学生身上，从他嘴巴讲出来。原因我怎么讲这句话？法律这个东西是不会因为民调高与低来改变的。法律也不会因为郭台铭说支持，还是马凯老师说多思考，法律就说多思考。法律的界限是不容浮动的。
这些同学愿意付出代价，我可以说他很勇敢，但是我说他不聪明。你们真的相信现在服贸解决了，同学就离开了吗？不会是这样子的嘛？现在谁反对立法老师？我没有办法说话。昨天费鸿泰亲自讲的，他参加第六次的朝野协商。国民党现在要把四个所谓的机制，就是你讲江启臣那个部分，我们要把它变专法。那你一读会很好，那谁反对你知道吗？那柯建铭反对啊。柯建铭说，一读会都不让你们读，院会都不让你们开。我要强调的是，民进党现在啊，不要说建立了新习啊，民进党希望拉长战线。那老师，你要不要出来呼吁一下苏贞昌说，拜托，我们要先立法，请民进党你清楚说明，你要不要让他开会？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大家会精神分裂的是什么？支持民进党觉得民党好软弱，支持国民党觉得国民党好软弱，不支持学生的说学生好勇敢哦。到底这个标准在哪里？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同学在里面可以提出诉求，有人说他们是孩子，有人他们是学生，26岁可以说是孩子，我的儿子18岁啊，那我要叫他怎么叫？叫他 baby 吗？我要对自己负责任，成人了就对自己负责任。老师，我们有很多的场合在群众运动上面碰到，我非常支持你们那种理念，可是今天在议场里面的同学，你们要不要告诉他们，清楚的告诉他们，你们做的这个动作是错的，虽然你的目的是对的。就像今天我常每次举这个例子，黄世明他的目的难道是为自己吗？结果他要付出他的代价，他可能有疏忽了，他被判刑，学生现在都说我们不怕被判刑，你们不怕被判刑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你的政治判断。可是台湾的立法院现在的这些状况，因为同学的选择让我们大家没得选择，我认为是孩子们怕没有未来，我怕台湾没有未来。这些同学我过去的支持或者是肯定，到今天我必须讲很严重的，讲的比较重的话，就是说我跟陈为林非凡讲过够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说，不但是够了，你们是已经离谱了，你们已经离到谱，是你已经把你自己真的当神了。你要开会就开会，你不开会就不开会，立法委员你不让他进去就不让他进去，你要让谁进去就谁进去，台湾还有王榜吗？好，我要强调的是，马总统也好，这个行政院江院长也好，王院长也好，刚才委员说我们国民党里面有内部的王马之争什么，那是国民党家务事。OK， 好，来蔡老师要回应一句话。我说那个陈议员有提到说要去嘛，我记得非凡还有我们是欢迎你来的啦，所以我们是欢迎你们来，大家来交换意见的，所以你不要再去讲这些人做错或者做离谱，我们是很谨慎理性。我自己往往特别是昨天的政报部队集结，我现在就是在想说，台湾的国家难道是法西斯主义吗？不过蔡老师，对不起，打个岔，昨天没有政报部队集结， okay， 没有，对，昨天林淑芬在网络上面 PO 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很可恶。他又在挑动大家的情绪，很多学生又回去了。为什么？怕人不够。我想请教蔡老师一个问题，如果当这个很多的民调或者是民间的声音确实对于学生继续霸占国会来凸显他们诉求已经有反对的声音了，那您还会继续的支持他们这样的作为吗？好，我坦诚的跟各位说，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的开会都会讨论到到底要不要继续，好，到底要不要跟这个总统谈判，这些我们都在讨论的过程中，只是那个我们本来都很期待说，哎，行政院的版本出来，如果它是延续着美国国会的意见，我们就觉得很好啦。结果没有。那如果说这个马总统可以不是预设任何的前提，就直接跟马总统辩论啊，我们很希望如此。你们在里面可以打得很漂亮的一仗，而且是寻求大家都相对可以认同的这个方式，不是很好吗？但是马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管是对法律就也有一个行政命令的那个放任，然后另外就是他特别强调，这个服贸是一字不能改的。OK， 我不明白。好，不过当然了，因为很多人就把这个学生的这个学院说，哎呀，这个大人这个做事这个处理的不好，结果还要劳烦我们的小孩子呢出来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朝野两党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王院长做了6次的朝野协商，通通破局了。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像这个民进党现在的一个策略跟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最后就是说你们都是跟着这个学生的脚步来走的话，我想民众对于你们也会觉得你们有失分哦。我想民进党主张很清楚嘛，就是重启谈判嘛。就服贸协议里面有很多我们认为对台湾的经济是不好的，那我们就当然要改嘛。那改就是重启谈判，重来嘛。今天马凯教授刚讲得很好啊，那服贸协议是个高，本来是个高度经济的东西，但很可惜啊，马英九对马英九来讲，这是一个经济，嘛，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经济来处理，所以他才会要求啊，一个是不能改，他才会要求6月之前一定要通过，他才会指责他的党鞭说啊，没有过，唯你是问。是马英九把他不把他当成一个经济问题，把他当成一个政治问题。那我再讲一次，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这个现在说马英九，他要解决的是学运，而不是要解决问题。对，所以，当他才会丢出一种你们不能接受的监督条例。表面上我总统退让了，他
你们要监督条例，我给你。但这是一个他早就知道你们不会接受的监督条例。但民立，请你讲的，你讲的不是事实啊，因为民进党也提出了我们的版本嘛。立法院现在有八九个版本，对对。马英九很清楚，民进党要的是什么样的监督条例，也知道学生要的是什么样的监督条例嘛。结果你看，他故意丢出一个行政院的版本，不能监督的监督条例。君君，你说我哪一个不是事实？你说什么？国民党要来审那个？对他那个来个来委员，专家讲对，行政院丢了个版本，就是他就是要这个院版嘛。江启臣跟行政院，这个蔡委员丢两版完全不一样。你连蔡委员都不让他开会，那两个版本建民说开会都不让。国民党已经丢了行政院版，就是他行政院版本。来，请蔡委员简短回一下，简短回一下。立法院里面啊，每一个重要的法案的修改或者设立啊。什么五个版本、十个版本是在所多有，对对，哪有说行政院版本一定会过的？连这次的都更条例，行政院版本都过不了。这个学运发生以后，他很谨慎的提出来，当然就是回应学生的。我说的是他行政院马英九要回应学运的，他提出那个版本。最后决定的是谁？当然是立法院，怎么行政院呢？那当然没有错啊。对啊，立法院决定的。那我跟你说嘛，你们现在怎么样？我跟你说，民进党不开会，他就是要制造说哦，我已经退让了，那你学生还继续霸占立法院，继续霸占，这个是一个舆论战嘛？你们要霸占就霸占，我也没有没什么反对。我知道你们民进党党团立场是什么？就是只要学生留一天，我就一天不协商，这战略是很清楚的嘛，就把它摆烂。那国民党，我不知道国民党党团怎么想了、啊。我说好。喝大卖照，很简单，有什么？我们现在五月一号开始报税哦，我们这一次二读通过，准备进入三读，有一个所得税的条例是大法官认为是违宪要修改，就是婚姻惩罚，就是你今天有结了婚的，你要缴的税会比两个同时单身还要多很多次，有错的，我要跟老百姓讲清楚，总共有65万对夫妻，如果是这样，那马英九要赶快出来解决，学马英九嘛，霸占的教育，问题不是在野党吗？是马英九的伪心态的问题吗？这么些天以来，来，我跟你讲哈，是，那你应该去建立马英九，赶快出来解决。张安辉的那个绑匪哈，他讲一个，不是我的事啊，为什么会绑你们？是你们到我们以前的领土上来，我当然绑你们。好，因为过去这几天以来，其实我们发现这个任俊呢，他是常常去这个现场去观察这次的这个学运哈。不过这个我相信任俊可能也观察到了一点，因为学生内部啊，不要说可能老师们或者是即使没有站出来这个讲话的这个教授们有不同的这个看法，那其实学生们在那个学运的现场好像也有这个不同的声音了。所以你的观察是什么？分裂确实是一定有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好隐瞒的。事实上，我们在别的节目里面也当面问过他们在所谓的议场里面的学生是不是有分裂的状况，包含这个所谓四人小组的决策是不是有被外面质疑说，你们其实也是相对的另外一种黑箱，或者是场内跟场外的同学们在意见上面的分歧，甚至我们也看到学运的所谓的领导人物他们在跟同学其他的这所谓学运领导人物的那个在脸书上面的对话也都被截下来，这里面都提到了说所谓的立法战的部分有讲到指挥权的问题，那是不是谁要退出谁要进来或什么的，事实上那个用字都非常非常的尖锐，那里面的同学也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沟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接下来，因为其实任何的运动只要产生路线上面的分歧跟分裂，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确实已经有了，否则不会跑出一个建民区，那他们里面的人确实也遇到了，也认为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也试图的出来跟所谓的外面有其他意见不同意见的这个学生希望做一些沟通，所以我觉得学生运动当然基本上他一定会面临到他的困境啊，那相对来讲分裂一定会是一个整个运动能不能再继续走下去的一个转捩点，所以可是问题是这一次的运动我其实一直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太早把它定调叫做学生运动啊，因为事实上里面我们看里面的组成分子确实有很多夹杂的他不是学生的，比如说有老师有医生有律师有很多很多种他对这个世界有不满的人在里面，只是我们一般一开始的时候把他看到作为学生叫做主体，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整件事情既然是经过服贸而起的，大家对于服贸这件事情反弹这么大，什么人有可能得以讲白了，就是他有可能走出去的人，因为他的商机被扩大了，我2300万的人口已经满足不了我的市场，所以我要走到对岸去，我希望能够领到，所以那个叫做得利的。可是我也到现在为止这19天来，我也没有看到政府说啊，试图的去找一下，就是说所谓有可能受害的这些人，因为我被开放就是我是受害的嘛。我也没有看到政府告诉大家讲说，你看这些人是受害的哦，可他们其实他们也觉得他们 OK， 我也没看到政府永远在这里面打混账，然后去提那些文字上面，我其实觉得没有意义了。就说就服贸的这件事情来说，事实上政府你既然前面开了那么多场公听会嘛，你不是也告诉我们说你都是公正的啊、公开的啊什么？你把数据拿出来告诉大家讲说，好，美容美发业我们确实找了谁谁谁来，他们也觉得他们可以承受这样的东西。
空口说白话，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对政府最不满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讲说，哎，你有数据，我开了几场公听会，我听到都是这个，那东西在哪里？十九天的找人出来讲嘛，告诉大家讲说，我们都是被开放的产业，我们有能力面对这个冲击，不就好了嘛？哎，其实这个问题啊，林俊提出来非常好，那也非常这个有资格回答的，就是我们马凯老师。其实马教授，我知道很多的年轻人哈，他们这次为什么会在走上街头，或者是以这种所谓一种非常的手段来冲撞体制，为了要凸显那个诉求，主要是对于就是说服贸开放之后，那么我们是不是在生活里面，第一个生活的层次，我们受到中国非常比较大的这个影响；第二个，我们在就业的机会，本土的年轻人，如果我今天不是去中国大陆就业的，我在我的本土里面，我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会变少？以及当然，中国大陆对我们的政治企图心从来没有少过。所以经过了这个经济的这种所谓紧密关系之后，是不是在政治上对我们的支配也会增加？我想那个忧虑大概不脱这三项。您站在一个对于服贸、对于所谓全球化经济非常了解的经济学者里面来讲，这三个忧虑到底存不存在？我先讲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双方公平对等的条约，你要看的不是哪些企业进来会冲击到我，而是我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开放里面到对方得到什么机会，这是一体两面，你不能只看一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抗争，你发现都只看了一面，就是如果开放大陆某些企业、某些资金、某些人员进来，对哪些产业会造成影响。可是我一直坚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来自我们可以进入大陆，从那边获得很多的利益，甚至带来很多的机会。可是事实上呢，刚才蔡文说，即使没有服贸，41%已经开放，五十已经开放了。好，我要举一个例子，应该还在去年吧，远东集团在四川开了海外公司，一夜之间他们的人全部被赶走，是资产被全部被强占，对，经过了好几个月，透过高层不断协商，才好像拿回来。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各位，如果一个大财团进到一个人治社会，他的安全、他的投资都不能获得保障，那么一个比较小的企业，他有任何机会到那边得到公平竞争的条件吗？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公平对等条约怎么签得下去？这是头一面。那第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台湾要马上要开放的这个关键时刻，而台湾在面对开放的时候呢，全民都对开放有极深的恐惧，这是一个事实。事实上呢，今天服贸要开放，要让大量的大陆企业进来，它触及到这个非常深的恐惧。这个恐惧呢，由于不能够消除、不能化解，所以它就用各种方式起来去冲突去抗争，但是这个恐惧呢，对台湾而言是一个自杀的一个前兆。因为台湾今天不开放，台湾已经无路可去了，这个应该是所有的专家都会告诉你的一个共识。所以今天呢，如果是由于我们的人民对开放的恐惧而不开放，那这就是错误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不论是执政党、在野党，不论是蓝的学者、绿的学者，都应该想办法让全民都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的货贸协议它的开放面更大，是它开放8000多项商品，对全台每个产业都不可幸免。是，所以如果今天服贸协议只开放了这些产业64项，我们就已经不能够容忍的话，那么等到8000多项开放我们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帮助人民克服对开放的恐惧。第三个问题就是，当陆资大陆企业人员进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会有国安上的疑虑。是，我讲一个假设性的一个问题哈，假定今天呢，中国大陆透过对台湾投资，可以容许10000人到台湾来当老板、当高级干部。好，那如果我是中共的领导者，这10000人我是随便派出去呢，还是我精心挑选？我想如果真不精心挑选，我是一个蠢蛋，是个白痴。是，因为统一大业是我对历史要交代的使命，
我今天能够派10000个人过去，在全台湾的每个地方建立据点，长期在这里经营，结果我就随便找了一些阿猫阿狗，只是为了赚钱、丢人现眼的人过去，那我岂不是浪费一个机会？嗯，所以有人能告诉我，中国大陆不会这样想。不会做吗？嗯，我个人无法排除这个疑虑。对，不过马老师，当然您刚才说的就是所谓开放经济的一个必然性，因为全球自由经济化。但是我听到很多的年轻学生，他们认为说他们其实并不反对这个自由开放市场，他们也认为说我们台湾应该走出去，因为毕竟我们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但是害怕的就是因为我们签约的对象是中国大陆，而中国对我们的政治企图心事实上是从来没有减少过。所以这一点，你觉得年轻人的恐惧到底有没有道理？我刚刚说不是年轻人有这个恐惧，连我都有这样的恐惧。嗯，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既然服贸本身带有这么多的瑕疵，这么多的疑虑，它应该是先冷却。嗯，应该不要急于去签署，尤其我们都是签的还没有批准。对对对，就不要及时急于通过。对，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大家全力去冲货贸。对，让货贸真的可以如期在6月能够协商完成。嗯，刚才委员说。他已经停止了，我不认为如此，因为对方的海协会的会长从去年到今年很多次的强调货贸不受服贸影响，而说货贸会受服贸影响主要是我们的官员。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即使是对方即使对方有这样的，我公开证实一件事情，新闻没有提过哈，在陈德明离开台湾的晚上，他有找我谈，因为他发现立法委员的经济背景有的是我一个。嗯哼，他就明白跟我提几件事情，我就说，他说第一个货贸跟服贸哈，你们要不要就由你们台湾自己决定，他们没有什么意见，他们觉得说他们已经承受内部很大的压力，给台湾这么好的条件，所以我们退回服贸是 OK 的吗？你的意思是？对他俩没有影响。他说、uh-huh. 他说是你们自己决定啊。嗯嗯嗯，但是第二个讲得很清楚啊，如果说你们签完约，你们服贸没有办法理性的来讨论，哦，即使说你们一年后要跟我们改变，三年后要跟我们停止，我们都能够接受的情形底下，你现在签完约就马上要提回去，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我们货贸也有同样问题，我们继续谈干嘛？嗯，明白就跟我讲，没有意义了嘛，哦，所以谈判都没有意义。回过头来，有最重要就是投资争议的问题。刚才远东集团那个东西哦，其实在台湾也会发生。嗯，它呢是什么样？是租人家的房子跟人家签合伙协议，那最后人家调高房租，他拒绝调高房租谈判，就把这个割了，像他民进党一样割了9个月。嗯，那割了9个月，人家没有办法，他至少采取什么假扣押的方式把你封锁，啊，这个不是说侵占人家财产，房子本来就是人家的。那举一个例子，如果投资争议都要变成一个两岸关系的，我就不太公平。举一个大子，前段时间不是有个人寿保险公司吗？扯进去说要去买美商，要来买一栋房子，有没有？美商付了押金，你要发现他房子被他灌水了。是。结果最后官司打，台湾的法院官司打输了，美国人押金3亿就不见了。那你美国人当然气得跳脚，找了 AIT， 我们双手一摊啊，就是法院的问题，我们双手一摊啊。所以表示说，我们台湾的法院整个法治体系也没有那么国际化，哎。对不对？在国际上说你灌我水，这明明是伪造文书，你都还我钱，就通变成两回事啊！所以这个东西投资争议，投资争议解决之道，不宜把它完全看成这个东西。你说国台们去大陆上那么久，有没有被没收什么财产？没有啊，他很多员工跳楼，他官司都没有打赢过，就是一件很好的证明。对，他官司，你跟我讲完嘛，好不好？他很多员工跳楼，哎，中共一些政府官僚，我再帮他擦屁股啊，对不对？哈，那所以这个东西哈。投资争议是解决之道，跟服贸要扯开来看了。好，刚才因为那个马凯老师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他认为其实台湾如果不走出去，我们如果说不开放这个自由经济的话，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未来了。我不知道在这点的讨论上面，这个蔡老师，学生之间会不会做比较更开放的这种讨论？因为如果说只是非黑即白的话，那事实上那个僵局永远在这个地方。同学对于台湾是不是也需要去符合一个自由化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全球化的浪潮，他们也是表示可以讨论的。对，事实上呢，我们有很多关于就是那种经济自由化的讨论。那甚至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国的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也觉得经贸自由化是一个方向。不过他也特别提醒，这几年的经贸自由化都陷入了1%的资本家跟99%民众的差异。好比说我们在服贸上，马总统特别强调利大于弊，我就坦诚的讲，利其实是金控业的啦，那弊当然是各个行业。那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出版业，不管是美容美发业，都在公听会跟经济部提出他们的评估，他们反而没有具体的回复哈。那我必须要讲，经济自由化是台湾的方向，经贸自由化，但是这个自由化的过程能不能够回馈世代差异，能不能够去照顾台湾99%民众的立场，我觉得这是马总统必须承担面对。OK， 好，刚才郑亮回应。
我觉得有些事情要把它摊开来讲事实了。那比如说啊，台湾是不是想要加入东盟加三？嗯哼。那东盟加三的开放度平均是90%了，你到时候加入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要适用？那就包括中国嘛。嗯哼。所以你怎么可能不面对呢？嗯哼。所以你现在跟中国的开放度，假设签的服贸也是只有65%啊。嗯哼。你的货贸最多也只有不到80%啊。嗯。那你还要加入 RCEP？ 嗯哼。就你这个逻辑。你告诉我你的逻辑是什么嘛？我这个意思说逻辑要讲清楚了啊。还有第二个啊，就是说，确实马凯教授刚刚讲的那个我是很同意的，就是说进来之后必然有国安的配套，嗯，所以有很多东西事实上马政府要讲清楚了，比如说中资进来要做生意，他一定要登广告嘛，那他们会不会集中起来来影响媒体？嗯，对，这个 NCC 一定要有配套嘛，那他们都没有回答了，那我也把事实上中资的在台湾运作的方式也实时在这里做报告了。一定里面有台办退休的人啊，一定有。嗯哼，可是就是说没有错，他本来就是这样在运作他的政体。嗯，事实上来的记者也可能都是党员，那本来就是这样的体制嘛。可是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体制已经被很多国家接受了，不是只有你台湾要面对他。嗯，东南亚已经跟他签了。嗯哼，没有错，你可以说我们台湾有特别的国安考虑了。可是问题是，那你台湾要不要加入 FTA？那你就要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嘛。你如果不跟中国搞定这件事，是，那后面的信用如何去证明？蔡老师愿意回应刚才曾良说的这个前提吗？我觉得他讲的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提的叫做先立法后审查，就是说这个讨论的过程到底是加会多数的老百姓，还是那1%资本家垄断资本的控制？我觉得这个是要公开讨论的，所以我们要先立法后审查，就这么明确。这个我也简单回应他一下，因为我上礼拜有碰到费鸿泰跟赖世宝了。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同意先立法后监督后审查？然后赖世宝跟我讲了两件事了，他说如果没有限期立法，他们怎么知道监督条例这个会期会过？嗯哼，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后审查，那审查的时候他怎么知道民进党不会霸占主席会？嗯哼，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又回到立法院的老战场了啦。这个不会成立。我先把话讲完。没有正当性。我先把话讲完。民进党霸占主席台没有正当性多的是。我先把话讲完了。OK， 好，就说如果先立法。就是说监督条例先过嘛，嗯，然后接下来才审服贸嘛，嗯，那国民党的忧虑就是说，我怎么知道监督条例会过呢？如果一直耗着呢，因为有九个版本呢，嗯，那如果一直都审不出来，那服贸就不用审了，这是第一个啦，所以他要求限期啦，可以啊。那第二个就是说，那真的在审服贸的时候，嗯，他怎么知道民进党会不会霸占主席台？所以这里面就他们要求民进党要签。保证不闹事啊，可是这个民进党没有办法答应，嗯，所以我说这个又回到老战场了啦。OK， 好，那朝野的这种恶斗的话，我想也是人民最不乐见的嘛。第一个，你哪有在国会审查说要求你不能用什么议事的手段的嘛？那少数党就不用开会了，因为你多数，那以后干脆少数党就霸占主席台，而且立法院也不用开会了，你就直接打电话通知就好，什么法案通过了嘛？因为国民党多数过半嘛，你根本就不用审了嘛。那第二个，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哈，这个全世界都必须面对了。蔡委员，你是台湾的国会议员，你应该站在一个比较保护国内的一个立场来讲话了。新冠三年发生问题吗？台湾也有国际贸易的纠纷，但是台湾不会像那种，你坐上飞机还把飞机拖回来，人抓下来，台湾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你放心了。还有，也不能一比而论了。台湾跟东协很多其他国家跟中国在谈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都要讨论到国企的问题嘛。因为中国公司能够到海外来的，如果不是国企，就是国际大股东的那种大财团。嗯，那我们跟中国是完全没有国际专长，国际线我都完全没有。我跟你讲，这个跟对韩国、对东南亚都是一样。再还有，除了考虑对手国是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问题之外，马凯教授刚提的，另外也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国内的共识嘛。韩国当时跟美国为什么那么大？后来他们为什么能够解决？就是他们先解决国内的共识的问题。嗯哼，今天你说对货贸有没有什么影响？至少因为服贸这样的一个争议，国民党在谈货贸的时候啊，至少办了14场公听会了。他比较不敢像以前那样子的黑箱作业啊。你刚蔡正元委员也承认嘛，货贸还没公布之前，你完全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你觉得这样好吗？嗯，万一签的是一个不好的内容协议的问题，不需要事先知道。为什么不需要事先知道？因为只要原则就好。那你就认，那因为你执政党，你认同黑箱作业可以吗？是啊，这个黑箱作业没有关系啊，怎么没有关系？我们必须要坦诚。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会认为说在野党议员长期霸占主席台，没有长期霸，没作为争论抗争的手段是合情合理合法，这不是事实了。你就告诉我，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哈，最后你还是要选民共同来这个为这个在野党就支持还是这个反对了哈，因为如果是
只用同样一个伎俩，我想确实也不会得到大多数民意的这个支持，因为你国家必须要往前走嘛。请这个任俊稍微回应一下。但是在任俊回应之前，我必须说，这一次的台湾的太阳花的学运，不只是在国内哈得到了攻占的这个版面之外，在全世界的媒体当中都得到非常高的这个关注。那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实国际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关注啊，对于台湾的这个学运都是基于比较同情啊，因为他们觉得说学生本身是理想性比较高，而且学生事实上是没有公权力，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他们都认为说这个决定凸显了台湾的人民对于未来的一种忧虑哈，而且认为说这个马总统是面临了这个从政以来哈任期以来最大的一个政治的这个危机。可是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呢也很敏感的表态了。平常讲美国有时候讲话我们也是这个不表欢迎的了哈，因为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事情嘛。但是为什么美国在这个节骨眼这么敏感的时候，他会来这个发表这个态度呢？包括最新的美国国务院的亚太驻青罗素，他说学生使用自由要负起责任。啊，基本上来讲，都在暗示了，就是说，还有对于在野党、民进党的角色是发生这个质疑的。这个人，当然，我觉得如果就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媒体啊，他一定会比较支持所谓民间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因为站在不管你是监督、制衡、反对或各种立场，我认为那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站在政府的角色来看，我不认为美国那样的发言会超出大家的预期之外。难道他要去鼓励这样的学生运动，然后导致他自己国内以后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他拿什么理由去面对？所以我其实相对的来讲，就是说，我认为美国政府的那样的说法，其实相对的在对民进党来讲是会有一些些的压力。不说压力，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萧美琴曾经投了一封信去之后，我们就看到朴槿惠的那个说法，因为毕竟民进党的理事，对，因为事实上民进党自己执政过，我相信那个分界其实应该到什么样的程度，民进党自己的内部其实是应该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回到的问题是说，大家一直在看这所谓的太阳花学运，它现在到底争议该怎么解的时候，已经从服贸跳到了所谓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这里面叫做先立法再审查。对，其实刚刚蔡老师讲到一点说，今天为什么之所以开三场，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只有一场是议场里面的，我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通通都有。那老师也就提到了，就是说他们打电话给王玉琪，然后也跟陆委会这边讲说希望他们派人来，但王玉琪讲说不客气，没有办法来的时候，可是他们也欢迎他们把这样他们所提出的这个建议或者什么送到陆委会去。好，那我现在就要问，就是说那这样子能不能就让学生退场？我跟你说，在这么多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里面，我们现在有看到九个版本、十个版本，学生的立场也是一个版本嘛。那你在你也只是这样一个版本的状况之下，你还是要送给这到所谓的政府部门。我今天开了三场之后，能不能做出结论？如果我做出了结论，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马上就送到行政部门或送到立法部门去？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应该终了？因为你们毕竟不是立法部门，你们所做出的任何决定没有办法去让所有人觉得说 OK 啊，你做的我就通通都接受。这个对不起，这就叫做体制。所以我现在也会很想知道，就是说你们今天做出了这三场的决议，因为你们现在一直强调说立法再审查的这件事情，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到目前为止，我其实认为行政院那个版本也有问题啦。他其实就是看完之后他就是告知嘛，就是我就是告知你，我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是需要我可以怎么样，那不得废话，那完全那个所有权都在。所以我认为政院版那个是有很有讨论的空间，但政院版也是只有一个版本而已。我们在立法院里面看到为什么会有朝野协商，因为你回到体制内的时候，民进党他会有他的坚持，国民党会有他的坚持，透过协商的方式大家找出一个大家都觉得可以接受的版本，而这个也是代议政治里面全国人民所最能够接受的。所以今天既然学生运动走到今天为止，服贸其实已经被丢到一边去了，因为就他们现在讲法，我们其实这几天一直听下，服贸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我对这个政府的不信任嘛。我讲穿了，你今天说要求马英九总统说今天讲说好，我就是承诺退回去，你连他在那边讲说我会保护台湾人民你都不相信了，他今天跟你讲说我这个服贸怎么样，你会相信吗？我也不这么认为。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今天大家希望看到是十九天的太阳花学运，他还要再搞十九天吗？如果这个只是一直不断的在拉高那个诉求，拉高那个诉求，讲白了就是不信任。不过我今天很高兴听到蔡老师那样讲啊，我们办三场就是希望得到一个共识之后，我们愿意送给行政部门去，那是不是送完之后你们就退场了？还是你们又要再接下来再诉求另外一个东西，我再提出来再请大家来跟我回应嘛？到现在看起来不可能办完这三场就退场吧，蔡老师？我们当然没办法，但是我必须要强调，这个讨论真的都在持续进行中。那另外我必须要强调，我们的主张是先立法后审查，所以我们现在是针对这个立法的监督条例讨论。另外审查这个部分，马总统的意见，我们真的希望他可以倾听人民的意见，是可以修正的，他不要再强调一字不能。OK， 好，那我。
我换个例子哈，并且如果今天马政府 OK， 我要找全国人民，我其实可以找其他的人一起来谈。对啊，可以啊。当我找了其他全国人民之后，谈出了一个结论，那你们能接受？如果他谈出来结论跟你们的想法都完全不一样哦，跟你们所要求的答案也都不同的时候，你们接受吗？我们真的很希望他找全国人民来讨论，因为不管是支持他的好民意，或者是许胜雄，甚至于翁启慧，还有我刚刚讲的那个赵少康，大家都有意见的。OK， 好，这些意见。而且我觉得现在民众可能也非常想要知道这个在野党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因为基本上这个民进党也执过政嘛，那未来如果要再为执政做准备的话，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相对是要以更宏观的角度来面对这个问题。那因此大家就在想了，这一次的学运过后到底谁会得利，或者谁会继续的失分。那么对于今年年底的这个所谓的七合一的选举，选票的这个洞见观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请玉伦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事实上呢，在330那一天呢，这个主办的单位号称是有50万的黑衫军走上街头，他们透过我们的新闻的记录画面，你也看到是在这个警服门的往四个方向画成了一个大型的十字架。很多人都在说，这可以说是台湾这过去的好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学运，它创下了很多的记录。但是呢，当天我也在现场负责采访跟连线，其实我观察到将近70%，恐怕还更高，大部分都是20岁到35岁这个之间的年轻人。其实我们去想想看，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情况。第一，他们的起薪很低，他们面临到的物价很高，然后他们的失业率呢是所有年龄层当中雄关的。你会发现到说，这群年轻人其实对自己的现来跟对为未来，他们其实都是陷入一个恐慌跟忧虑的。但是这些人有多少？20岁到35岁，现在在台湾这个年龄层的人有将近600万人。但是我们再往回推，15岁到19岁，他可能现在还没有是参与任何的公民投票的政治的权利，但是呢，他们也有将近200万人，180万人左右，他们也都在看说，哎，这些大哥哥大姐们走上街头，为的是台湾的未来。但是大家都在看，其实我们都在问说，哎，马政府其实这一次好像做的让大家挑不到任何的优点，然后缺点一大堆。但是同时间，在野党他好像也失去了一个监督跟制衡的角色。像那一天，民党党主席苏贞昌他也到现场了，结果呢，立刻有学生在旁边高喊哦，因为苏贞昌主席在接受访问，学生立刻喊说，不要作秀，不要来这边骗选票什么的。你会发现到说，这群学生他们有很大的自主能力，他们不挺蓝，但是也不见得挺绿，他们挺的是自己的未来。但在这个忧心底下，很多人都在关心说，年底的选战会不会变成说，哎，好像两岸的议题会变成是一个决战关键，对于年底的改变，对于年底的选举，这群年轻人他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好，谢谢玉荣。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个19天过去之后呢，其实各方都出现了很多的声音，包括这个僵局到底该如何解。那么相关的这个个人，比如说包括王金平院长，比如说包括这个在野党，比如包括这个马英九政府，他们是不是可以更有效的来面对这个所谓的退场机制？当然，我们发现学生他们都认为说，哦，这个是马英九的问题，所以如果问到他退场机制，他们大概现在就不回答了。可是我在想哈，在野党恐怕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去，就不寻求所谓让这件事情平和的落幕，不然的话最后可能这个也会自杀嘛。我不知道这个发言人，你从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怎么样可以让这个东西是透过有效的朝野协商能够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民众可能会说，哦，你们就建立信心，因为只要学运僵持一天，你们就在旁边等着去收割这个所谓周边的效益。我讲第一个哈，国民党在批评民进党有他逻辑上的矛盾，他一方面说民进党啊角色被边缘化了啊，只能去看门递茶水了，那一方面又说呢，啊，学运是民进党在幕后操作，在民进党是在幕后鼓动。其实这是一个矛盾的逻辑嘛。那基本上啊，服贸最早反对就是民进党，民进党在去年6月啊就反对，就要求要重启谈判，要逐条审查。那今天应该反过来看，就算学运解决了，学生回家了，民进党的战场还要继续打，还是在国会里面，服贸协议的争议还是民进党的责任，民进党还是要来处理嘛。对，那现在说学运怎么来落幕，这是马英九的责任。你有没有正经诚意来面对学生的问题，学生的诉求？其实只要马英九把一个东西拿掉，事情有很大可以转换的一个空间。就是不要6月通过嘛，你为什么一定要6月通过？你的时间压力是怎么来的？你告诉我们。为什么年底通过不行呢？为什么明年通过不行呢？我跟你说了，有时候自由贸易协定的东西啊，签得早不如签得好。刚马凯教授讲的就很有道理嘛。你除了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对手之外，我们国内的共识在哪里？对我们国内三岸的产业，你准备好了没有？自由贸易是我们要走的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准备好，会受伤的。
全世界自由贸易协定签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墨西哥了。好，他经济好吗？是，他经济很糟糕嘛。马这个不是万金丹的时间压力，等一下我们可以请蔡委员他来回应一下。可是如果站在朝野协商的部分哈，其实民众可能会说，对了，那是不是这个朝野可以透过协商，大家各让一步？这有没有可能？因为六度协商，每次进去，妈一下子出来又说什么协商破裂，但民众看了六次这样的戏码，真的蛮疲惫的。第一个啦，马总统说他让步，因为你先通过监督条例。那你就不要拿这种大家不能接受的监督条例，嗯，这是一个不能监督的监督条例哦。国会的意见是仅供参考，哪有这样的监督条例？一字不能改，一字不能 改。嗯哼，好，那这个监督条例就算大家通过了，他能不能拿回头来监督已经签好的服贸协议？这个例子很像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跟韩国签好了，结果两边国都有意见，后来韩国去定了一个通商程序法。哎，定好了是定好了，你不懂韩国的状况，你才不懂啦。那韩国那时候签好了，那可是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完了，那怎么办？韩国怎么处理呢？他一样监督条例先通过，但是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呢，他就国会就不审嘛。最后重点是哪里？重谈嘛，就是重新谈判嘛。OK， 我们知道，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状况。你作为一个国会议员，你要知道这个重点嘛。三十秒钟的争议哈，你才是外行。好，来蔡委员，来，我们大家各抒己见哈，就不要做人身攻击。基本上来讲，这次的争议起源在于那个所谓的黑箱的这个所谓这个程序不正义嘛，三十秒就这个通过了。那也就是说，大家认为说马总统就是下指导期，一定要在六月通过。刚才这个郡县发言人也提出来说，是不是马总统一定要在六月通过？这个六月通过的时间压力是怎么而来的？我是不晓得马总统原本下令，不晓得国民党的立委怎么想。他讲好几次了，他在美国商会演讲，他讲好几次，他有公开讲，对，他希望六月在这个会期一定要通过。他希望，但是他有没有说非要通过不可？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说这个案子已经通在立法搁了。执政党立委都不知道，那这个还真是罗生门呐。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那个林鸿子这样讲，我不晓得嘛，哈。但是已经拖了一年了，你不觉得是延宕了太久？那刚才不要就否决嘛？对，那郡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要有这个时间的压力，就是说审得快不如审得好，你同不同意？对，我跟你讲哈，第一个问题哈，他刚才提的说韩国的案例哈，韩国重启谈判吃亏还占便宜，吃大亏啊。所以你要看到条件来源嘛，重点是能重启谈判嘛？重启谈判你吃大亏，你在干什么？那个国家的一个，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吃大亏呢？生意是这么做的，对不对哈？再来第二个哈，的确。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争议如果不赶快处理解决的，我们的判断，服贸几乎是没有办法签的，没办法签也没办法进来审，这是个现实问题吧？对，人家对方为什么要跟你签呢？签完了说，那你回去闹个老半天，我不满脸豆花，这是个国际上的一个常态嘛？我们私信里人家也对我们不相信嘛？所以货贸也都能卡住了，这是个现实问题。来第三个哈，我很钦佩啊，那个马凯教授他们那一代哈，他们那一代有什么特色呢？几乎跟他同年龄那一代的人在台湾成长哦，是台湾很一穷二白，底薪很低，就业很少，拿着皮包世界跑，就是不会念书的拿着皮包世界跑，跑出结果来，比如郭台铭，也有很会念书的，比如马凯教授，他们很容易在美国或世界各大学里面找到教习的工作啊，达到当教授，然后再回来台湾教书啊。那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一代也要面对同样的压力啊，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硕博士。有没有能力去，或者大学生有没有能力提着皮包在中国大陆或者全世界到处跑？相对的，我不得不客气讲，能力是相对创业能力比较差一点。还有呢，当教授的呢，一样情形啊。以前马凯教授刚毕业的时候，手上啊，哇，美国大学情啊，什么香港大学情，哪个国家大学情啊？现在我们台湾出去的这些念书念博士回来的，他们告诉我，全世界跟他竞争的很吃力，至少回来台湾找了。那所以提高台湾这一代的竞争力，如果再不改善，在服贸上吵哦，还是没有意义啊，照常会有起薪低、物价低这个问题嘛。好，所以我们现在开放服贸，就是说，好，你美容业的，你做连锁店的，能不能内部创业到大陆上去，给你一个品牌立志经营下去？好，你洗衣业的连锁店的，你给你一个品牌，能够让店长一经营下去，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太拥挤了嘛，在台湾内部机会太少，要学他们那一代人拿着皮包走天下嘛。好，我们去当我们国家，我们请马凯教授到大陆上去。我们请马凯教授来回答这个问题哈，也就是说，确实马总统在对外讲的时候都说，我们约都跟人家签了。如果说我们签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又说要退回重启谈判的话，对台湾的形象伤害会很大。您认同这个说法吗？我觉得退回是不太应该做的事情。在国际间大概很少这样的潜力，可是呢，不审查不通过，
是没有什么。韩国就是这样子，不是？就是你审查不通过，你就全部退回了嘛，对不对？对。如果是审查不通过，不是，如果是审查就不通过退回，那也是合于国际的惯例。是是。他不是说我现在什么也不审，因为学生说要退回就退回，那就违反国际惯例。嗯。所以我觉得目前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让它冷却，暂时就搁在一边。至于货贸呢，当然蔡委员提到就是可能会有很多顾虑，可是如果今天学生团体他们说我们要货贸，民进党说我们不背阁货贸，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会失信于对方的这个可能性就降得很低了。所以很可能在那边呢，报告马教授，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不过我现在这样说了，如果台湾因为民进党的背阁，因为学生的背阁，最后货贸签不成的话，他们就是民族罪人。OK， 好，加薪。国家的死路是他们所造成。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都说这个僵局何时打破，但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照今天这个形势看起来，学运它的声势慢慢弱下去了，它内部的种种分裂可能让它不能再持久，我反而会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一个这样子要帮年轻一代发声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如果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就这样就各自鸟兽散，我觉得是蛮遗憾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奉劝这些学生们利用最后的这个机会做一些在历史上可以留下一个定位，留下成果的事情来的话，他们就没有白来这一场。那他们要怎么做呢？我觉得头一件事情最简单可以做的就是他们应该想办法去解决国民党、民进党僵持不下这个困境，看学生在这里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譬如说，我把国民党里面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把民进党几个有代表性人物也请到这个立法院来，我们在学生当中大家进行一次座谈，然后最后呢请他们承诺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民间监督或者这个两岸监督这个条例可以顺利审查，顺利通过，或者怎么样才能够使得将来民进党能够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不断的背阁、不断的霸占主席台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民进党这个处境非常尴尬，因为他是少数党，只要国民党一起诉表决他就输掉了，所以等于这个立法院里面民进党人数再多没有发生作用的这个余地。所以如果学生在这里能够想到一个办法让这个朝野两党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对历史最好的一个交代。另外一部分就是刚才蔡老师提到这个学生担心开放之后呢就大财团得利，然后99%的人受害。对，我觉得这些说法其实是在这个误导整个世界。因为开放就是开放，只要你开放的时候你没有设定立场，我没有说我的开放是偏向哪些人、偏向哪些企业、偏向哪些财团，这个开放呢即使后果是多数人没有得到好处，少数人得到最大好处，你也不能因此就阻止开放。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今天就具备这个特质，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所以你说我们今天放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你才可以说我的开放一定是公平的，一定是全民社会的。所以台湾现在首要知道是如何让台湾活下去，第二个层次问题才是我如何去分配让少数弱势的人能够得到帮助。对，所以我希望学生能够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鼓吹台湾一定要自由开放，不能以任何理由去阻挡它。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今天呢台湾的年轻一代他们的确非常苦闷，这个情况我们都非常了解。对，薪资很低，失业率很高，然后呢看不到前途，不敢生小孩等等。但是里面有一个关键，刚才蔡委员提到一点，就是学生有没有自问他们今天竞争力是为什么不断在衰落。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朋友寄来一个email， 他是转述一个大陆的一个企业，他说他们要找5000块钱找两个来攻读的学生，结果找一个了，就来了两个申请的人，这两个一个是名校中文系的，另外是名校科技系的。这两个学生出去的时候说的人瞠目结舌，他说台湾的学生将来要如何竞争。这个问题才是今天年轻世代陷入苦闷，台湾整个竞争力不断下降的最重要的根源。所以
学生也许要思考一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到底如何解决。确实，我觉得马凯教授就是说再把这个问题抛回给学生，就除了我们在为未来忧心之际哈，我们对执政当局有所期待，但是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这可能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急切来这个思考的。嘉青，我想马总统今年是第六年在这个位置上面哈，回想大家在2008年的时候，他的竞选主轴就叫做拼经济，然后他也开启了说给台湾人民的机会是633，不过这六年已经过去了，这个目标已经达不成了，我们也都知道哈，我们也不期待。老实讲，我今天也不想对马总统做什么喊话，因为马总统已经没什么好输啦。他说我再输就9%，大不了0%，我也不 care 啊，因为我也没有仗要打啦。哦，但重点是台湾人每一天都还在这里奋斗，要活下去啊。这些年轻人才20岁出头啊，他们还有很长远的未来人生啊，所以他们不需要跟马总统一起陪葬。马总统是60几岁的人啊，而且他自己这个身家财产上亿元，他都不 care， 他可以不 care， 可是我们不能不 care。那但是今天马总统的态度是说，我只解决学运问题，我不解决其他问题。这恐怕才是今天我们面对最大的困境。如果他只想解决学运问题，学生回去就解决了。但问题是，学生回去真的有解决台湾整体的经济问题吗？对，台湾未来的发展问题吗？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拉回来这个主轴去谈的问题，我回应刚刚的这个马教授所说的几句话了哈，就说台湾的竞争力，学生固然自己要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没有错，但是国家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来协助他，包括我们的教育政策，包括我们的创业政策等等，这方面有没有给他们比较好的机会呢？如果有，我们来苛责这些学生，我也觉得是你们不长进。可是如果没有，我们来苛责这些学生，我也觉得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哦。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24年过去了，老实讲，我作为这个野百合的一代，我心里是很痛啊。说我们真的是努力不够，我们以为我们争取到了民主就已经完成了，可是我们没想到24年后，学生还要回到这个立法院的议场，用霸占立法院议场的方式，第一个要求程序的民主，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啊。哦，那我不禁要去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说，不管国民党的立委也好，民进党的立委也好，他都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他有没有真的代表人民的心声呢？如果今天有70-80%的民众告诉你说，第一我不了解服贸，第二我不支持服贸，那请问一下，这些立法委员是怎么回应这个问题的呢？没有错，不要去管总统想什么了，我一直要讲一句话，就不要管总统讲什么了。立法委员们振作一下，尤其是执政党的立法委员们，如果你们真有心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可以不用甩马总统，自己去决定就好了。为什么这次的学运会蓄积这么大的能量？最主要也就是说，普遍民众对于马政府的失望，他的这个施政满意度这么的低哈，所以呢，很多对他的不满就反映在这次的学运里面。所以走上街头，其实可能每一个人的真正的想法不是完全是雷同的。但是我在想，这个蔡委员就是说，历经了这次的学运，我相信马总统自己应该有惊讶到，他真的不知道，就是说他从政以来会有这么多的人上街头去反对他，然后学运的能量可以在民意的支持之下，居然可以这样子撑到第19天，还开出了所谓人民的议会。马总统会改变吗？虽然嘉青说我们不要去期待马总统了，但是毕竟他现在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他还有2年的任期。一个60几岁的，你要期望他改变的幅度大概不会太大。那你们国民党立委可不可以做自己嘛？你们能不能我一向都做自己？对，从学运第一天，我都明白的很清楚讲。是。就我的财经认知，我认为服贸一定要签，就这么简单，一定要通过，一定要批准啊！接下去我们很多路才好走，包括货贸才好走，要不然呢，卡后面就会出问题。我们不反对，不反对服贸通过嘛？那我讲完哈，不要这个版本，不要这个版本不平啊！我们不要吵这个问题好不好哈？第二个哈，马总统这一次是少见的，他会让步了。以前我们在党内跟他吵事情的时候，哦，他比这次的石头硬多了。哎呀，我们争的可多了。不要以为什么马主席这么指挥我们党团呢，还早得很。马教授也很清楚，我们里面跟他吵架的心在手都有啊，那继续动一党纪也没什么用啊。我们里面违反党纪也变成一个风潮了，也没什么稀奇啊。那关键在于说，台湾的利益是什么？怎么去定义？刚才听了马教授讲的，就已经回应了现在很多人讲说啊，你这个东西只有利大财团呐，不利小中小企业。我看个老班的很多行业，什么电脑维修的啦，还有什么摄影服务啦，婚纱照相的啦，洗衣的，拜托，你当然到大陆上去开这个，是大财团吗？不可能到大陆开这种行业嘛，对。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能不能理性来看待问题。就像刚开始我对王玉玺坦白讲非常感冒，你去签的时候你也没有来给我们报告清楚，跟赖幸源怎么差那么多，我们要帮你辩论也没怎么辩论，可是后来我看到这个内容基本上还可以接受，如果说哪一条我不满意，我就加上一个附带决议说你现在一年以后开始给我协商，或者哪一条说我你三年以后你给我撤销，那他就有依据了嘛，都不需要去改原来的条文嘛，也都可以解决这种刹车的问题嘛。是，所以我是觉得哈，大家吵这个东西已经吵离开，但是我同意一点，反马的人，对马不满意的人，真的还是我们台湾的大多数。对不起，马总统，我讲实话哈，还是在台湾大多数，不管男的女这种情形，但反的理由不一样嘛。就举个例子，那一天去抗议那个什么叫做白狼叫什么名字，张安乐哈。我就听，因为我跟他不熟，但是最近的一个什么，什么尾牙喜酒那种大场面有碰过哈，我听他上面骂马英九啊，他骂马英九理由可能跟民进党不一样，跟一般人不一样，他骂他说，不够有魄力哈，该断不断什么东西，人家讲的也不无道理，所以不满他的的确是很多，所以如果因为这个学生因为反马而产生起来，我一点不意外啊。OK， 好，这个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最后给您一点时间。我想今天晚上讨论两个部分，一个是筹码，一个是学运。我想大家现在都关心学运怎么落，在关心服贸这个议题，会不会因为学运大家更去讨论？机会是在对岸，走出去有机会，可是走不出去要接受命运。这个命运呢，政府要帮忙他去接受命运的挑战，就改善体制。那同学们的恐惧不是来自于行业，来自于。